童话里的爱情这次轮到了我，王子说先听我的，咬了一口苹果，酸酸甜甜的说不要奔马，顾总我在旁边等你。要不吃火锅，再次相遇有点苦苦的，还好是你，不用许你，不犹豫大声宣布我喜欢你。是这儿吗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干啥呢，大哥？你去看看，好吧？谢谢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陆总，欢迎光临。哼，我来趟你们家真的是不容易啊。请。我自己来。吃个便饭，至于这么隆重吗？陆总，您不是普通的客人，您是来我家吃饭最有钱的客人。
今天为您准备了58块钱的红酒跟白开水，您选哪一个？不必了，一会儿有人来给我送酒。我的酒，谢谢。这是陆总的酒。谢谢。我就欣赏你这样有品味的客人。信不上。今日头盘，蟹粉、海胆、鱼子酱。你能别老拿一个浴巾站到我旁边，你会让我感觉我是来搓澡的。对不起，陆总，让你有不美好的遐想。不过今天您光临寒舍，蓬荜生辉，祝您，迎财愉快。